天是来到雪梨的第8天，星期六。就是之后呢，就是我刚边洗澡的时候稍微想了一下，就是因为之前都是很顺序的介绍，就是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这样。那就是如果要跟大家分享的话，觉得这样可能会有一点枯燥乏味，可能今天做什么事情点有点枯燥乏味这样。那我就会很简洁的先讲，就是大概讲一下今天就是做了什么事情这样，那就会稍微比较简单一点。那就是我也在抓这个频道的节奏，对，因为我就是没有想说不要有太多的剪接这样，那就自己录完就可以直接 po 这样，因为担心做工完的我会非常累，所以就不一定会把它剪得很认真，剪得很好这样。对，反正如果真的很认真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或许对我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压力啦。对，所以就很简单的，可能跟大家讲说今天做了哪些事情这样。对，但是我今天还是一样要讲早餐的事情。我早餐做了洛梨蛋起司三明治，我觉得超好吃的。我觉得，就是出来之后就你必须要养活自己，尤其是在就是去外面吃都很贵的情况下。你就必须自己煮这样。那今天的洛梨三明治，我觉得很棒。那今天也有去跟就是朋友碰面这样。那他就是在这里有养狗，然后哦，就是我超喜欢那只狗，它是女生，然后它是那个。那种犬有一点就是很凶的那种犬，比特犬嘛。可是它长得哦，蛮像比特犬的。可是它是女生，所以比较温柔一点。对，它很可爱。它就是我在，因为我之前中午吃一个鸡排汉堡，哦很大。然后它就是它的主人说，它只要每次在家里。吃晚餐啊，只要那只狗没有得吃，它就会很难过，就很生气这样。对，因为它现在才14个月，所以就是跟一般就是你们在路面上面见到的米克斯差不多大小。对，那它今天就是很看到我吃汉堡，然后它就也想吃，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很难过，很可爱，所以。但就看他很难过，我就赶快把汉堡一口一口开塞进嘴巴里面，不要让他看到汉堡这样。对，那今天就是跟朋友约11点碰面，然后我们就吃到12点多，这快1点，然后就聊各种事情的，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碰面了。对，那她是我同事的侄女，对，所以我们就第一次碰面这样，所以我们就稍微聊聊了。蛮多事情的，就比如说这边的生活状况啊，或者是未来的规划什么之类的，这样。但不是就是的，就是 friend，yes，就是 friend，OK。那他也很喜欢户外活动，这样，所以感觉之后可以就是等于是在这里有朋友，然后你可以邀他出去，就是玩啊、冲浪啊、做什么事情，那。等他说，就是他堂弟可能12月要来，所以就是可以有机会可以跟他还有他的堂弟一起去冲浪，认识一下这样。那今天他也有介绍，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尤其是海滩可以冲浪的地方，因为我跟他说我还蛮爱冲浪的，对，他说真的来这里就是也要就是玩一下冲浪，会蛮棒的。那后来他就又。跟我说，因为我很喜欢狗，其实我很喜欢猫，也很喜欢狗，就是只要动物我都还蛮喜欢的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 Cindy Park，就是那边一个很大的公园。那这个大公园就是大家会带着狗去那边跑啊、跑啊、玩球啊。那那边
那边今天我去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就少部分啊都在树荫底下。因为我吃完饭走过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差不多一点多这样，差不多1点出头，1:10吧这样。那在那边就是比太阳比较大，所以人可能比较少这样。那我再往里面走，就有看到什么儿童的游乐区啊，然后再就是狗狗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商店这样，然后就会卖咖啡啊、卖食物啊、卖饮料这样。那大家都聚集在那边，所以就很多狗在那里。然后今天就因为就是看到狗就想摸这样，然后走一走就看到有一只牧羊犬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就蹲下来想要摸它，就。这只狗就扑上来，它就是，然后它这个趴在我身，因为我蹲着嘛，所以它就趴我身上，然后它就把我的下巴、我的整个半脸全部舔的都是它的口水。是我来，因为我那时候又要拍照，然后就是想说一只脚可以扶着地板这样，然后就拍照，然后一跌倒，然后就一直把噗噗噗，整个脸都是它的口水，但是。很 enjoy 在那个当下，就是很开心，就是因为我有录影，然后你们到时候可以看，就是我录，他来说过来，根本没有办法录，因为这个一直被舔，一直被舔，一直被舔这样，那就觉得其实当下是蛮开心，就是可以摸到很多狗的，反正就是大家都也都很 nice 这样，每一他们的主人也都很 nice，对，所以我就摸了一大堆狗这样，然后后来今天真的是。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今天从吃，就是吃完饭之后，然后要走到 Cindy Park，就是走错路欸，我今天难得一直在走错路，你知道吗？就是我从本来从那边走到公园，可能只需要可能20分钟吧。因为我可能走超，应该有超过20分钟，30分钟，但可能25分钟至30啊，对，反正就是我就一直在绕路，我就是走着说，我走错路了，然后我就在绕，然后再找，然后而且搭车也是，我今天搭地铁，不是地铁，搭火车，他们都称为那是火车，搭火车，结果是往另外一边走，然后就，因为我去不同的站啊，我去麦当劳镇，还有一个地方叫麦当劳镇，对，然后我就到麦当劳镇，然后想说，离那个转运就是我要转站转车的那个车站比较近，这样，然后就往后搭，所以我就搭更远。等我发现的时候，然后我又再从底下走走走，然后又在等车，等超久的。因为那是小站，所以它不一定每一班都有停，所以你就要等说它有停的那一班到，你才可以上车，但就是等不到。那后来反正就等了很久，终于搭到了那个哪里，就是转运站的地方，然后才发现其实那边就是我刚上的麦当劳镇是有机会可以让我直接到我住的这个。车站，但是我大反方向，所以等于我转还需要转车的时间哦，就花了一堆时间。然后今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反正到了转运站之后，我突然找不到我要上车的地方，然后就一直爬来爬去，爬来爬去，然后就终于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太累，还是怎么样，反正今天就一直在走错路，拼命的在走错路，真的是傻眼。那。后来反正走完到站之后，我就去逛一下这边的吉他店，这样就想说未来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街头上稍微表演一下，就是弹吉他、唱个歌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是我想象的啊。但因为一把吉他也蛮贵的，289，将近5400块这样，我觉得先不要花这个钱好了，因为。我现在也还没有领到薪水，所以要省一点花这样。那吃完饭，然后就稍微逛了一下，然后就回家这样。今天很轻松，就是难得没有
扛一堆东西，因为我这每一天都会去超市，可能买一些材料啊、调味料啊，或者是用具啊，所以就每天都背着一大堆东西，然后走回家这样。那今天就比较轻松，今天很 chill。然后回到家就，回到家，我今天超废，我今天就是一个很废，就是看剧，看那个《模范街车司机》。然后就看到7点多才开始做饭这样，然后做饭，然后就我觉得今天很棒，就是做饭很棒的地方是，我边做饭的时候，就是我室友都回来，室友刚好回来也在做明天要用的料理，所以就跟他有还蛮深的聊天。那至于聊什么，就是难免就是感情啊、工作啊、未来规划啊，这一类的这样。那后来跟那个同事聊完之后，我想说，那我也准备要吃。但后来我想说，我还是再做一下菜好了。所以呢，我又继续在那边做菜。然后做完菜，我另外一个室友又出来，然后我又在跟他聊天，然后就是边聊，然后边吃，边聊边吃这样。对，那我那个室友，那个室友也是做幼教的，这样。对，他是有当到，他有带教育的，就是行政类的地方待了一阵子，这样，然后才来澳洲，所以我们就稍微聊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还有他的规划，这样。然后除了对于其实来澳洲就是好好思考未来的规划是什么，虽然可能现在就是想有点太早，但就觉得还是要可以。边走边获取一点东西，这样就是边走边收，边走边收这样。对，所以今天算是交友圈大扩展。但其实我室友就是之前都有聊过天啊，就是偶尔聊一个部分，聊一个部分，聊一个部分这样。那今天的聊天算是蛮多的，这样觉得很棒，很棒的一天。我其实每天都很棒，每天都有很不一样的生活。那因为我现在就是处于那种还在度假状态的感觉，所以每天都很 chill，就是早上8、9点就出门，然后就去一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去玩回来3、4点回来，然后走回来休息一下5、6点，然后做饭，可能做到7点多，然后吃个饭，然后8点。就准备明天的中餐，准备完之后呢，就洗个澡，看个影片，应该吃个饭，看个影片，洗个澡，这样呢就准备要上床，就每天的生活没有那么的紧张，但到时候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累一点，对，那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工作状况这样，那。希望今天的这个晚安时间就是很清楚，就是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都会讲说我什么时间做什么，什么时候在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棒，但我就觉得说这样有点太冗长了，所以就说今天做什么事情，对，那我觉得怎么样，或是有。想到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这样。对，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那如果看到的话，我如果有看到，我可能会用影片的方式回应你，就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个 Q&A 的时间回应你，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再告诉大家这样。对，因为这个频道就是只会是我个人单纯记录我生活的频道，就是一个系列啦，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那我也会陆续的把我每一天所拍到的东西放在网络上一样，就是它每一段，因为它将全部融在一起很冗长，那我也不太想要剪，所以现在还在想说该怎么办。那没关系，就是边走边做嘛。OK，好啦，大家晚安。